今天大概基本上就把输入那个自动化，然后现在之后当然还有讲到有个表单，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哈，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个怎么做啦，然后让表单输入，这个有其必要，因为如果说将来哦，你只是简单输入可以用刚刚讲的，但是如果你要复杂的，或者是说你要整合很多的栏位的话，恐怕这个方法也比较重要。那后面当然还有关可能会讲到资料库，所以回去的话哦。资料库的部分恐怕会比较麻烦，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 MySQL 的这个资料库，好，所以这个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装 SS 啊，而且 SS 在整合资料上面可能会有问题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能找一下那个 MySQL，我们这边在云端上面有一个是输入自动化这边，里面有一个是 MySQL 的，那这个 MySQL 的话，基本上目前用得非常广泛。那主要原因是因为除了当然用 VBA 可以用之外像现在很多像大数据分析，像还有 R，像 Python，像还有 Java，或者是说其他的语言，像智慧型手机，你也可以存取的话，大家都可以。比如说我用前端是用 Excel 来存资料，那后端可能其他语言要捞得到的话。你也可以都把它放 MySQL 里面，不过这个 MySQL 相对的是有点难度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你要把它建立起来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server。不过它这个 server 有个好处是，它是自由软体，所以比较没有费用的问题。就像刚刚同学问的它就是自由软体，但是它不等于免费软体哦。你们可能 Google 一下啊，就会查一下，自由软体是非商业用途使用是免，是不用付费的，但是如果你有盈利行为的话，是必须要付费的。那什么叫做盈利行为？就是你因为这个赚到，或者是你把它拿来贩售的话，这种行为都是需要付费的。所以叫自由软体公司使用理论上我不敢讲啦，理论上应该 OK 啦，你就不要拿来卖钱就对了嘛，对不对那不然你可以再查，我基本上我记得是自由软体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开发一个专案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我开发一个 VBA 的专案，那后面有个资料库，那我就顺便把 MySQL 顺便卖给那家另外一家公司，那这样子等于你本来是在卖 VBA 的程式，可是你顺便把 MySQL 这样这个行为，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，反正它是，可是实际上这个可能就针对我看的那个叙述是说可能。就会有违法的问题因为侵犯到他的那个知会权的问题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教那个公司自己去装，自己顶多你可以帮他装起来，但是你不能有那个顺便打包卖给他这个行为啦。OK，这个可能除此之外应该还 OK 好，那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先了解啊。再来我们把刚刚东西讲完第一个就是。这个 OK 的嘛，自动带出这个，第二的话呢，就是怎么样？我希望能够这边也可以带出来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如果我有保护的话，你会发现如果刚刚你有保护呢，应该会发生错误。那怎么办这个也顺便讲一下，因为这个也是每个同学都有问到，然后之前我好像没特别讲到这一段，所以顺便讲一下。像我现在有没有已经加保护？但是会不会有错误？不会有错误，为什么呢？特别注意你可能要学两个方法，一个方法叫取消保护的 VBA 怎么写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针对这个工作表，的物件，它里面有个方法叫 unprotect，unprotect 就是它的方法，括弧后面呢？加一个它的密码，比如说我密码是1234，那我就是在要变动储存格之前，先把它取消保护。那什么时候再保护呢？当我已经改变完之后，我再保护。所以程式写两行就好了。第一行是什么？在特别说这个就是，在哪里呢？在进到这边要把资料怎么样丢到前面的时候呢，写一个什么 active。sheet 没有加 s active sheet 指的就是现在你正在活，就是正在
活动的这一个工作表 ，N 点什么呢 ？N protest， 不过特别重要，它点哦，它不会出现这个 protest N protest 哦，它不会出现，所以怎么办？哎，请你自己要打，应该不难的、啊。OK， 这个单字哈、哦，你就打一个 N protest。理论上都会啦，但是有一些可能他这个方法他没加到清单，那这个也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这个他们工程师没把它加进来吧。这个其实少部分啦 ，protect 跟 unprotect 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有。哦，那至于为什么没有把它加进来啊、哦，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的。哦，这可能要写信问一下比尔盖茨吧。哦，哎，奇怪，你为什么其他都加，这个不加？好、哦，会不会回答说啊？因为这个有那个什么牵涉到隐私的问题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只可能它漏掉还是怎么样哦。那所以这个比较特殊。那可是问题，你担心拼错字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记得全部都打小写，打完小写啊，括弧后面记得哦，一二三四，因为啊密码不能你是一二三，我一二三四，所以我打一二三四啊。你不要你的密码是别的，你打一二三四那也不对啊。他一定取消保护后面是确定的密码哈、哦。OK， 好啊，特别注意啊、哦，请你注意打小写，对不对？你移开的时候，如果字没拼错的话，他会自动帮你把 U 变大写。OK， 这个是一个除错的小技巧啦。好、哦，虽然说他点下去不会出现，但是请你全部打小写。移开之后，如果第一个字有变大写，那恭喜你。你应该字是拼对的，但是移开之后还是小写，那注意一下，你字打错了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除错的方法，因为我常常打程式最怕是打错字、哦、那底下这个把这两个变更之后有没有，再把它怎么样 ？Protect 其实很简单嘛，这个复制过来对不对哈、哦？把这个 UN 拿掉就好了。这样就 OK 了、啊、不过首字也会变大写了、哦、这个固定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更，先取消保护，再保护。啊，我这边设中断点好了，我们试一下。比如说我这边，加了一个查，哎，停在这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这个时候请你注意看哦，校阅里面的取消保护有没有？我这一行是怎么样？其实我这一行就是跟我刚刚取消保护输入密码。这一行就是同样的效果 ，F8 看看有没有发现按钮有没有改变了？但是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这一行执行完之后，上面还是没改，那表示什么？你这个密码是不对的。啊，所以你不对的话，那底下程式还是会错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没有取消保护啊，所以也写不进去啊。应该懂那个逻辑啊，所以请特别注意哦。那之前这个问题也是之前同学问的，说，这个怎么取消保护？怎么？那坊间坦白讲，大部分书籍也是没有啦，有的话也是很片段的。那这个也是怎么样？所以很多同学说，老师这很多东西怎么写啊？其实都是你因为了解它的逻辑啊，什么逻辑？物件导向的逻辑。那像 protect 我是有看到坊间有一些书籍有提到有这个方法。但是它没列出来，所以没关系，我试一下，哎，发现 OK 就可以这样做了，好、哦，啊，其实也没有很困难的、啊，但是有些东西程式是这样，试出来就是对，一行就搞定，但你试不出来，写100行还是试不出来，所以有没有很多东西就是对的就对了，所以有很多东西啊，每一行都很珍贵，好、哦，以后的话你把它保留下，以后遇到问题，要不呢就拿来修改，要不就照同样的逻辑。如法炮制一下，哎，说不定可以变通出一些东西来。那实在是做不出来没关系啦，但也欢迎各位哈、哦，把你的问题整理一下，然后有系统的丢给我。好、哦、，OK， 你不要包山包海。之前有同学把他工作整个丢给我。好、哦，那老师，我在工作里面遇到，哇，看哇、哦，好多工作表，一堆，所有东西都丢给我，我还问他，你到底你的问题在哪里？我真的看不懂，因为那是你的工作，你熟悉的东西，不代表我也熟悉。所以我说，你可不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的那个工作表就好了，
好、哦，但如果有那个隐私或者有一些那个智慧权问题，你就把它改一下东西，好、哦，然后整理一下你的问题，对，那我应该很快可以跟你讲为什么了、哦、，OK， 因为对我来说很多东西真的是不难，最难的是什么？沟通啊，我要跟他讲说，请你告诉我你到底你要问的问题是在哪里。OK， 那、啊、有些同学很棒，哎、欸，他是真的整理清楚，一看我就知道，我马上可以跟他，接下来他马上丢给我，马上哎、欸，老师怎么这么快，比机器人还快，哦，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脑前面嘛，哦，对，所以很快就可以给他答案了、哦、，OK， 就可以类似像这样的，然后这边，所以 unprotected 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可不可以改？哎、欸，改没问题，所以编号过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有 change， 你会发现他改了之后，他又呼叫 change 了。所以他又 change 一次了 ，OK， 然后呢，跳离之后再来就改 C， 再来，哎，有没有？他又 change 一次就跑一次。好，那因为改的不是第二栏，所以他就跳离了，有没有？这边主要跳离是因为他不是改第二栏，那改完之后的话，哈，他就再加上保护。哎，有没有发现上面加了这一行有没有？上面的状态。又恢复了、哦、所以你会发现、啊、动态如何动态的去修改保护工作表真的很简单，程式就这么两行就搞定了、哦、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主要是同学问的问题，另外的话呢，一样如果你要顺便怎么样把那个 D 栏，假设 D 栏输入了变更这里的话，那程式其实也不用重写了，你就是这边有没有复制一下 ，Enter 两下，贴上。哎，这边 back 一下，这边改成什么？第一栏，如果他输入了，丢小记过来，四。然后呢，这边改什么？一，对不对？哈，改一。那这个不用了 ，delete 掉。后面的话改什么？这边里面随便拿一个。哎，没有，那这个也，哎，哦，对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偷偷改一下，所以你还是要把它改回来哈、哦。好，这个拿这个来改，复制一下，一样嘛，贴到什么呢？剪贴布取代，哎，所以好像这个 SOP 也都可以怎么样，把它固定下来。所以你干脆哈、哦，如果以后照这个步骤嘛。Step by step 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再来移到哪里呢？移到这边来，把它怎么样贴上？贴到这边，双引号跟双引号中间，修改它的列号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啊，就是什么 ？target， 一直到这边，这一段有没有？复制，把三盖过去，把三盖过去。就是那个列号就对了、哦、把它贴上、欸、应该看得懂了、哦、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啊，试一下，我想理论啊，不过记得再把它保护回来，好，试一下，应该理论上这样应该 OK， 40个 Enter、欸、没错，30个，好，完成了、哦、OK，所以呢，刚刚主要的重点哦，一如何加取消保护，加保护；二的话呢，把第四栏也做完。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、哦。所以尽量啊，我觉得你那个unprotected 哈、哦，其实最好自己打，前面是 active， 就是目前活动的工作表 active sheet， 不要加 s。那尽量全部打小写，移开之后，如果你变大写，手势变大，表示你打对了。如果移开还是小写，那请检查你程式有没有打错哦。